我觉得咱们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令我满意的，尤其是咱们年轻的新上来的队员，这个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呀，表现的都非常令人满意，都非常令人满意。唐希静、齐齐、李诗佳这三名年轻选手第一次亮相这么大的国际舞台，而且他们表现的非常亮丽。整个的团队呢，我觉得今天比的也非常好，就是队长婷婷呢今天不太在状态上，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总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但是总体来说，除了这个高低杠的两次失误和这个平衡木，其他的表现真是非常令人满意。这个今天这个失误呢，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提前在准备东京奥运会打响了一个警钟，在这个安排啊、排兵布阵方面呀、包括选择动作或者是用兵方面的，我们都进行一下各项的总结吧，争取在这个失误中呢找出真正的弱点，以后呢我们能真正把问题解决出来。